盘点那些让老板蒙圈的人类。过去了啊，一块钱的味道怎么样？啊，矿泉水味道。耶耶，老板，你这矿泉水怎么变这个颜色？这不过期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刚不是水怎么一下就变了？啊，你这红酒啊，什么？不是我，不是从你们家拿的，怎么不是你们家？从哪儿拿的？从那后面拿的。货架的后边？对，你这也太……不可能这么变的。啊，这是我们店的，很正常。你知道我刚不是从这拿，一拿它就变了。你肯定不是从这儿拿的，对不是你这个是谁敢喝呀？就从你这拿的呀。我刚不就从这拿的吗？一块钱对吧？肯定不是我们店的。就从你们拿的，怎么不是你店？你看监控。叮叮叮，我不是我们店的。你这谁敢喝？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你这炒饭多少钱一份？10块钱。那我买多点能便宜不？你要多少份？100份。100份。算8块钱呢。老板，炒饭多少钱？10块钱。10块钱再来一份。哎，先炒我的，先炒我的。8块8，没有了。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，那算了。哎，帅哥，我这里有9块钱一份，要不要？能帮忙订去云南的车票吗？云南去云南边没有高铁，只有火车。那火车要多久啊？火车25个小时吧。可是，一天不是只有24个小时吗？不是，就是今天到不了，然后明天才能到。那明天不也是24个小时吗？不是，就是从第二天又借了一个小时，他就到了。啊，借了一个小时。啊，那我是不是还要还啊？那我是去云南的时候还，还是回来的时候再还？这个不用还，哪都不用还。啊，不用还 啊, 啊？那好，那谢谢老板，你帮我订一下吧。爸，蛋炒饭多少钱一份？8块一份，给来一份，加蛋呢？1块钱一个，哎，再给多加几个鸡蛋，你加就行了。好嘞，一个，漂亮，这样就是2块，是吧？2个蛋，3个蛋，老板给加8个蛋，8个。哎，对，我姓王，跟姓王没关系，给我就真姓王，5个蛋。没炒过这么多呀？是吧？我早来你就早这么炒，早就下班了，知道吧？我一共就10个蛋，你现在已经放了6个蛋，好，7个，这8个了。8个蛋，老板数学挺好的，完美，完了，加8个蛋就是8块钱，哦，还得再加点油。哎，你这个蛋超出了我的预想，超出了你的预期是吧？哎，漂亮，完了，老板别加油了，大晚上的我减肥啊。哦，行，吃不了这么多油。好嘞，看看再来上点火，加上100包菜，加上100这个，那是什么胡萝卜，再加上豆芽。老板，如果我不加米饭了，这样炒8个蛋是8块是吧？1个蛋1块，8块，8块是吧？啊，好，我觉得这8块足炒米饭划算。哎，这个过瘾。辣椒要没有？辣椒要一点，要一点，有痔疮不太影响。好嘞，这样一份是8块钱是吧？8块。哎呦，这个过瘾，你看，这是5米的蛋炒饭。哎，不用加米，不用加米，就8块就行了，就8块就行了。不加米啊？不加米，对。不加米你怎么吃啊？我喜欢干吃白米饭。老板，如果不炒，只这么一盒米饭是多少钱？1块啊。1块是吧？哎，你不用炒，我单独待会儿买一份就行了。啊，不炒，不炒，就这个8块就行了，就挺好。那也行，那也行，没这么卖过。我以前没来，我来了已经早就这么卖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好嘞。
人家老板是个实在人。哇塞，这个炒的饭要100块钱，蛋炒蔬菜。对，老板再加米饭一起打个包，这样是9块是吧？好像有点亏了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有刮乐吗？有，你要咱这儿正本要正本了。正本的俺不做，做才6个，才1000，你管嘛呀？1000包本多少？包底一半，包5呗。行，我来1000。嗯，也是行。你说也是500。行，我走了。啊？我走了。你不刮？啊，那不包一半，对吧？我不刮，给你500，正好吗？包给一半啊。啊，不正好吗？给你500。你还没刮了？我不刮了，那不就正好吗？包500，给你500，不正好吗？给我1000。给钱啊，价不对啊，你咋还没逛了？你给我钱怎么呢？逛完再给呀。我当500天逛了。不是，咱得逛完再给钱。你这没逛，给我钱怎么的，小子？